讯娱乐一线报的作者吴汉汉。张歆艺今日8月23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 B 超检查图，并附文称：袁爸爸生日礼物来了，蛋糕就问你怕不怕孕险。图片来自盛会，正式宣布怀孕。据悉，张歆艺的预产期将是年底， B 超图上打上了小猪佩奇的水印，也是出于保护宝宝信息的目的。他特别选择在袁弘生日当天宣布喜讯，给袁弘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。之前关于张歆艺是否怀孕的猜测已经很久了，他在年初自导自演的电影《泡芙小姐》之后也没有再接新戏，被怀疑是安心备孕，不过他本人从未对此有过回应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曝光，还有网友在孕检时偶遇张歆艺夫妇的身影，在7月4日娱乐一线独家确认了张歆艺的喜讯。根据当时的信息，目前孩子已经有3个月，在张歆艺怀孕后，袁弘都陪在他身边悉心照料。网友在微博下纷纷送上祝福，祝福宝宝健康平安。